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旷世大典。全世界的目光都向东方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聚焦。在这个盛大庆典上，人民解放军将以规模空前的阅兵式把中国展现给世界。阅尽共和国波澜壮阔历史的天安门广场，今天繁花似锦。10万名少先队员、青年学生组成的各种图案和字样，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渲染成欢乐喜庆的海洋。每一部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壮丽篇章，都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和忧患。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先行者，曾为改造中国疾声呼吁和四处求索。当他终其一生时，中国还在黑暗中寻找着未来。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50年前，这位开国领袖就是在这里掀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富强，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受阅部队像一道雄伟壮观的长城，沿长安街绵延向东。这是新中国50年来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授阅场面最为气势恢宏的一次大阅兵。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人民军队的一次全面检阅。来自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的11000名官兵组成17个徒步方阵，有400多台装甲、火炮、导弹等战车组成25个车辆方阵，似挺立的峰峦，如坚固的城垛，巍然屹立。有空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的132架战鹰编成的10个空中梯队，也正在华北数个机场翘首待飞。由52名威武英俊的仪仗队员组成的标兵，气宇轩昂地走过金水桥，在长安街两侧就位，拉开了本世纪末最后一次阅兵的序幕。少数民族代表、港澳台同胞、英雄模范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兴高采烈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及其东西两侧的观礼台。这次受阅的部队和成员来自祖国的山南海北、四面八方，他们代表了我国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此刻，人民解放军正高度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他们以另一种默默奉献的情怀，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建行、李兰清等一起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各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外国友人和帮助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礼炮鸣放50响，向共和国走过的50个春秋致敬。礼炮鸣放50响，高奏着共和国50年胜利的凯歌。历史不会忘记，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千百万中华英烈历经艰辛，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了1个多世纪。祖国不会忘记，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千百万勤劳勇敢智慧的优秀儿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描画出了绚丽的宏伟画卷。人民不会忘记，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历史巨变。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全体肃立，升国旗，唱国歌。敬礼。50年前，是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升起第一面5星红旗，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宏伟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共和国50年的曲折和磨难，庄严和辉煌。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深情地望着这支跟随他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民军队，英姿勃勃地通过天安门广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大规模战争的结束，经过22年浴血奋战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不失时机地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担负起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人民胜利成果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领导我们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战略性转变，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国际大事和国家大局，着眼于我军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今天金水桥将记住又一个庄严的时刻，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部队。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始终坚持把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结合新的形势和阵法，提出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他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核心，江主席对军队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到哨所，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声音如惊涛拍岸，响彻云天，激励着广大官兵加快我军改革和建设的步伐。江泽民同志提出国防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防发展道路。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提高官兵素质，要把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的军事人才作为治军建军的一个战略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不会忘记江主席的殷切期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军要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打得赢。他们不会忘记江主席的深情嘱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今天，受阅官兵要用一流的精神风貌、一流的作风纪律、一流的训练质量，向祖国和世界展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崭新风貌，展示我军维护祖国安全和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讲话。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也是检阅我们成就和力量的庄严典礼。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建立了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侨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外国友人和世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将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江泽民说，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
他向世界宣布，到下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朝着辉煌的目标奋勇前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鲜红如火的八一军旗，这面浸泡着千百万革命先烈热血的军旗，诞生在南昌起义炮火之中，曾引导着人民军队走过了井冈山的硝烟、雪山草地的苦难，走过了抗日战争的烽火，走出了全中国的解放，铸造了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辉煌。军旗如火，士气如虹，三军将士在军旗上书写的是光荣和神圣，人民军队在军旗上镌刻的是职责忠诚。今天，156名三军仪仗队队员护卫着这面光荣的军旗，引导着整个受阅的42个方队和10个空中梯队，通过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紧随仪仗方队之后的是4个军队院校方队，他们是全军100多所院校的优秀代表。建国50年来，党的3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军队院校建设。毛泽东同志通过兴办院校，实现了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到依靠院校培养干部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面对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江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迎接新的军事发展挑战的关键在人才。勃发的青春面容，透过这铿锵有力的矫健步伐，我们看到了我军新型指挥人才奋进在知识化大道上的壮志豪情。目前全军院校共培训各类军官180多万名，有65%以上的军官获得大专以上学历，
23%以上的军官获得本科以上学历。我军军官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人民军队变化最为深刻的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崛起。为迎接世界军事革命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各军队院校正在积极构筑人才高地。一批双学位、硕士、博士正在成为科技强军的中坚力量。我军的院校教育已经建立和完善了具有我军特色的院校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适应军队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合格人才，他们托举着共和国的未来和希望。浪潮在金水桥畔奔涌，整齐的步伐在天安门前行进。这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精锐之师，使人感受到一股不息的雄风。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走来，展现出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人民军队的发展，我军一支支历经革命战争考验的英雄部队，已从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拥有新型综合作战能力的合成集团军，运用高科技知识，广泛开展科技练兵。他们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一支支攻难克险的利剑。海洋的气息，共和国水兵方阵从大海上走来。加油！加油！
十年来，人民海军为捍卫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巡守18000余公里的海岸线，踏平了多少惊涛骇浪，闯过了多少暗礁险滩。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发展中的强大中国，他们又把航迹印刻在浩瀚的大洋上。身着海洋迷彩服，被称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的海军陆战队步履矫健地走来。作为人民海军序列里最年轻的兵种，海军陆战队与水面舰艇、水下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部队一起，形成了适应现代海战的海军五大兵种，在祖国的万里海疆构筑起立体化的海上长城。向右看，蓝天雄鹰的名字和光荣写在一起，空中骄子的历史和辉煌连在一处。今天，飞行员队伍已经能够适应人民空军跨世纪发展的需要，航空兵师长都能带队升空作战，航空兵团长都能飞四种气象并胜任指挥教学任务，全天候飞行员已占飞行员总数的70%以上。一批学者式专家型的高素质飞行员正振翅在祖国的蓝天上。加油！干！当以快速反应著称的空降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人们感到了一种锐不可当的气势。在未来战争中，空降部队是孤军远征、奇袭敌后的一把锐利的尖刀。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共和国女兵，用他们的威武和风采，他们的意志和刚强，在绿色军营中谱写了英雄乐章的优美旋律。在创建和捍卫共和国的道路上，无数杰出的女性投身人民军队，写下壮丽动人的篇章。今天，他们以严整的军容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世人展示中国新一代女军人的风采。
武装警察部队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繁华都市，寂静边陲，到处都有象征着国威和尊严的武警哨位。武警官兵用青春、热血和对党、对人民的一腔赤诚，为祖国筑起了一道橄榄绿的安全屏障。被人民群众赞誉为护法坚丁、克敌铁拳，他们令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望而生畏、闻风丧胆。反劫机、反劫持、反恐怖，遏制和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他们为人民群众撑起了一片明媚的晴空。根据国家发布的动员令，转为现役部队。建国五十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把民兵预备役建设摆在战略位置，并通过法律的形式把预备役制度确定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这支雄狮劲旅首次向世界展示他们的雄姿。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最具体的表现形式。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史上，中国民兵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创造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战争奇迹。和平建设时期，广大民兵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劳武结合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海峡构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在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紧随17个徒步方队之后，陆海空三军的400多辆战车组成的25个车辆方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驶来。这是人民军队现代化发展的交响乐章，这是共和国保卫者跨世纪的钢铁阵容。被誉为陆战之王，中国的陆战之王是那辆出现在开国大典上的功臣号坦克。从那时起，我国的坦克工业从修理仿制到自行设计，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从摩托化到机械化，50年装备变迁，50年发展壮大。人民解放军如今装备使用的新型主战坦克，科技含量高，已具备从未有过的强大火力突击、机动作战和防护能力。使我军步兵的作战能力实现了新的跨越。这种步兵战斗车装备了多种武器系统，它不仅可以载兵单独作战，也可以与主战坦克协同作战，不仅可以翻山越岭，也可以涉水渡河，不仅可以攻击地面目标，还可以装载导弹攻击空中的武装直升机。江主席高度重视国防科研，他曾亲临燕山古战场观看了部队的实弹演习，要求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努力发展和改善武器装备。正是在江主席的关怀下，一系列高技术武器装备缩短了研制周期，陆续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我军的综合作战能力。轮式步兵战斗车具有夜视、对空打击和涉水作战等多种先进性能，不仅具备高速机动性能，还具有较强的装甲防护能力，是一座座快速机动的钢铁堡垒。
一个又一个钢铁方阵的开进，人们惊喜地看到，今年阅兵式上展示的各型火炮几乎都是首次亮相的新装备。具有强大的火力而被誉为战争之神，我军的炮兵在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创建，并创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绩。今天人民解放军炮兵现装备的火炮已形成门类齐全、系列配套的新格局。新型火炮机动性能强，可昼夜连续作战，轻型薄壁装甲可有效抵御常规火炮和原子生化武器的袭击，并能进行远程超越打击。这种重型火炮大而不笨，集多项高新技术于一体，实现了车炮合一。它威力大，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行动自如。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军重型火炮的野战机动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新型履带式自行火箭炮数十管连发，发射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能强，转移速度快，能在各种复杂地形作战。它的亮相向世人表明，我军现代化炮兵的突击作战能力大大增强。
装一车，组成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它具备了自动识别、自动选择、自动跟踪、自动测距、自动发射等一系列先进性能，在空中织成一个密集的火力网。这种轮式新型自行火箭炮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一种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火力猛，反应快，杀伤力大，是火箭炮家族的一个新成员。这种新型加农榴弹炮是打击远距离目标的有效武器，它可以弥补导弹火箭难以连续不断提供火力支援的不足，实施全天候全时空的火力保障，与精确制导武器遥相呼应，使它成为陆军地面作战中一支强大的火力突击力量。面对饱经沧桑的天安门城楼，机械化方队的官兵们向祖国致敬。天安门可以作证，100年前，八国联军把大炮架在正阳门上，2900多名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在故宫里举行阅兵。今天，人民解放军官兵驾驶着我国自行研制的炮车，通过天安门广场。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正当天安门广场车辆方队隆隆通过时，参加受阅的132架战鹰从华北数个机场振翅起飞，他们将在预定空域集结编队。这种车载式地空导弹被誉为低空杀手，它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地空导弹，可实施全天候机动作战，具有火力强、机动性能好等特点，
在要地防空和野战防空中，可自动跟踪多种目标，能拦截多种机型飞机和导弹。舰艇的安全屏障。人民海军逐步形成了海上机动作战、基地防御作战和海上基地核反击作战的装备体系，宣告人民海军装备已经跨入了高科技、信息化、电子化的新时代，拥有了空中、海上、水下全方位打击能力。我们有能力彻底改变中国海疆有海无防的历史。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祖国的统一。我们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欣慰地看到，任何企图背叛民族利益、分裂祖国的图谋都将受到强有力的遏制。设计制造的地空导弹，使共和国领空的立体防线上具有了当代先进水平的防空武器。20世纪60年代，一架敌高空侦察机窜犯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防空部队一举将其击落，首开军事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先河。
国的国防监控科技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新型地空导弹装备部队实现了高中低空的立体防御，使我国的国土防空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当车辆方队隆隆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共和国的蓝天骄子已经在预定空域完成编队。1984年10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首次露面，便震撼了世界。仅仅15年后的今天，我军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形成核常兼备、远中近配套、具有双重精确打击能力的整体作战体系。在世界上仍有核魔威胁的今天，中国人民需要倚天长剑支撑起民族的脊梁。中国必须具有用军事手段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真理，和平从来不是上帝的恩赐，没有遏制战争的坚固国防，和平只是善良的愿望和美妙的幻想。早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以至于30多年后的今天，江泽民同志还感慨万端地说，真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为我们搞出了两弹一星。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当天，即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表明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严正立场。
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世纪，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中国军人有能力通过粉碎战争来铸造奖章，也有信心通过捍卫和平来编织锦旗。中国军人渴望着铸剑为犁美好一天的到来。当人们为车辆方队的威武雄壮而振奋鼓舞之时，共和国的受阅战鹰驾长风呼啸而来，编队距离不差1米，凌空时间不差1秒，把新一代中国军人的豪情洒在蓝天，把共和国空军的骄傲编织在蓝天。这是共和国阅兵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的空中阵容。建国之初，毛泽东就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不仅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更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受阅的长空鹰阵中，第一次出现的嘉寿游击梯队，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中国空军远程作战能力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年轻飞行员在空中同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进行较量，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乃至美国空军的高级将领也不无惊叹地说，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空中强国。航空兵已经从单一的机种发展成为由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侦察机、运输机构成的高技术合成军种，具备了快速机动、远程作战、精确打击的能力。雄鹰振翅翱翔蓝天，由9个机种、15种机型、132架战鹰组成的10个梯队，骄傲地飞越天安门上空。检阅吧，祖国，是祖国的三山五岳，让我们挺起胸膛。检阅吧，人民，是人民的香醇乳汁，让我们意志如钢。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5000年的历程，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曾赢得过令世界敬仰的繁荣，也曾遭受过屈辱与苦难，但我们有能力去开拓那美好的未来。我们阔步向前，耳畔震响进军的号角。我们阔步向前，心头轰鸣催征的战鼓。这种新型加农榴弹炮是打击远距离目标的有效武器，它可以弥补导弹火箭难以连续不断提供火力支援的不足，实施全天候全时空的火力保障，与精确制导武器遥相呼应，使它成为陆军地面作战中一支强大的火力突击力量。面对饱经沧桑的天安门城楼，机械化方队的官兵们向祖国致敬。天安门可以作证，100年前，八国联军把大炮架在正阳门上，2900多名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在故宫里举行阅兵。今天，人民解放军官兵驾驶着我国自行研制的炮车，通过天安门广场，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历史
将一去不复返了。正当天安门广场车辆方队隆隆通过时，参加狩猎的132架战鹰从华北数个机场振翅起飞，他们将在预定空域集结编队。这种车载式地空导弹被誉为低空杀手，它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地空导弹，可实施全天候机动作战，具有火力强、机动性能好等特点，在要地防空和野战防空中可自动跟踪多种目标，能拦截多种机型飞机和导弹。军装备，这些新型舰空导弹不仅能打击空袭的敌机，而且能有效地拦截低空高速飞行的反舰导弹，成为万里海疆上护卫舰艇的安全屏障。人民海军逐步形成了海上机动作战、基地防御作战和海上基地核反击作战的装备体系，宣告人民海军装备已经跨入了高科技、信息化、电子化的新时代，拥有了空中、海上、水下全方位打击能力。我们有能力彻底改变中国海疆有海无防的历史，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祖国的统一。我们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欣慰地看到任何企图背叛民族利益、分裂祖国的图谋都将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地空导弹，使共和国领空的立体防线上具有了当代先进水平的防空武器。20世纪60年代，一架敌高空侦察机窜犯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防空部队一举将其击落，首开军事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先河。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新型地空导弹装备部队实现了高中低空的立体防御，使我国的国土防空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当车辆方队隆隆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共和国的蓝天骄子已经在预定空域完成编队。1984年10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首次露面，便震撼了世界。仅仅15年后的今天，我军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形成核常兼备、远中近配套、具有双重精确打击能力的整体作战体系。在世界上仍有核魔威胁的今天，中国人民需要倚天长剑支撑起民族的脊梁。中国必须具有用军事手段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真的，和平从来不是上帝的恩赐，没有遏制战争的坚固国防，和平只是善良的愿望和美妙的幻想。早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以至于30多年后的今天，江泽民同志还感慨万端地说，真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为我们搞出了两弹一星。
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当天，即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表明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严正立场。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旷世大典。全世界的目光都向东方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聚焦。在这个盛大庆典上，人民解放军将以规模空前的阅兵式，把中国展现给世界。阅尽共和国波澜壮阔历史的天安门广场，今天繁花似锦。十万名少先队员、青年学生组成的各种图案和字样，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渲染成欢乐喜庆的海洋。每一部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壮丽篇章，都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和忧患。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先行者，曾为改造中国极声呼吁和四处求索。当他终其一生时，中国还在黑暗中寻找着未来。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50年前，这位开国领袖就是在这里掀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富强，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受阅部队像一道雄伟壮观的长城，沿长安街绵延向东。这是新中国50年来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授阅场面最为气势恢宏的一次大阅兵。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人民军队的一次全面检阅。来自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的11000名官兵组成17个徒步方阵，有400多台装甲、火炮、导弹等战车组成25个车辆方阵，似挺立的峰峦，如坚固的城垛，巍然屹立。有空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的132架战鹰编成的10个空中梯队，也正在华北数个机场翘首待飞。由52名威武英俊的仪仗队员组成的标兵，气宇轩昂地走过金水桥，在长安街两侧就位。
拉开了本世纪末最后一次阅兵的序幕。少数民族代表、港澳台同胞、英雄模范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兴高采烈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及其东西两侧的观礼台。这次受阅的部队和成员来自祖国的山南海北，四面八方，他们代表了我国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此刻，人民解放军正高度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他们以另一种默默奉献的情怀，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建行、李兰清等一起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各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外国友人和帮助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礼炮鸣放50响，向共和国走过的50个春秋致敬。礼炮鸣放50响，高奏着共和国50年胜利的凯歌。历史不会忘记，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千百万中华英烈历经艰辛，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了1个多世纪。祖国不会忘记，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千百万勤劳勇敢智慧的优秀儿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描画出了绚丽的宏伟画卷。人民不会忘记，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历史巨变。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全体肃立，升国旗，唱国歌。敬礼。Thank you.
50年前，是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宏伟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共和国50年的曲折和磨难，庄严和辉煌。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深情地望着这支跟随他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民军队，英姿勃勃地通过天安门广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大规模战争的结束，经过22年浴血奋战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不失时机地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担负起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人民胜利成果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领导我们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战略性转变，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国际大事和国家大局，着眼于我军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今天金水桥将记住又一个庄严的时刻，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部队。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始终坚持把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按照5句话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他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核心，江主席对军队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到哨所，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万人好。这声音如惊涛拍岸，响彻云天，激励着广大官兵加快我军改革和建设的步伐。江泽民同志提出国防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防发展道路。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提高官兵素质，要把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的军事人才作为治军建军的一个战略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不会忘记江主席的殷切期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军要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打得赢。他们不会忘记江主席的深情嘱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今天，受阅官兵要用一流的精神风貌、一流的作风纪律、一流的训练质量，向祖国和世界展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崭新风貌，展示我军维护祖国安全和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讲话。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也是检阅我们成就和力量的庄严典礼。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建立了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侨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外国友人和世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江泽民在讲话中说，
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将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江泽民说，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他向世界宣布，到下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朝着辉煌的目标奋勇前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军旗，这面浸泡着千百万革命先烈热血的军旗，诞生在南昌起义炮火之中，曾引导着人民军队走过了井冈山的硝烟、雪山草地的苦难，走过了抗日战争的烽火，走出了全中国的解放，铸造了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辉煌。军旗上书写的是光荣和神圣，人民军队在军旗上镌刻的是职责和忠诚。今天，156名三军仪仗队队员护卫着这面光荣的军旗，引导着整个受阅的42个方队和10个空中梯队，通过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紧随仪仗方队之后的是4个军队院校方队，他们是全军100多所院校的优秀代表。建国50年来，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军队院校建设。毛泽东同志通过兴办院校，实现了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到依靠院校培养干部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面对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江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迎接新的军事发展挑战的关键在人才。透过这英气勃发的青春面容，透过这铿锵有力的矫健步伐，我们看到了我军新型指挥人才奋进在知识化大道上的壮志豪情。目前全军院校共培训各类军官180多万名，有65%以上的军官获得大专以上学历，23%以上的军官获得本科以上学历。我军军官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人民军队变化最为深刻的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崛起。为迎接世界军事革命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各军队院校正在积极构筑人才高地。一批双学位、硕士、博士正在成为科技强军的中坚力量。我军的院校教育已经建立和完善了具有我军特色的院校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适应军队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合格人才，他们托举着共和国的未来和希望。浪潮在金水桥畔奔涌，整齐的步伐在天安门前行进，这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精锐之师使人感受到一股不息的雄风，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走来，展现出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经革命战争考验的英雄部队，已从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拥有新型综合作战能力的合成集团军，运用高科技知识，广泛开展科技练兵。他们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一支支攻难克险的利剑。海洋的气息，共和国水兵方阵从大海上走来。加油干！50年来，人民海军为捍卫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巡守18000余公里的海岸线，踏平了多少惊涛骇浪，闯过了多少暗礁险滩。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发展中的强大中国，他们又把航迹印刻在浩瀚的大洋上。身着海洋迷彩服，被称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的海军陆战队步履矫健地走来。作为人民海军序列里最年轻的兵种，海军陆战队与水面舰艇、水下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部队一起，形成了适应现代海战的海军五大兵种，在祖国的万里海疆构筑起立体化的海上长城。蓝天雄鹰的名字和光荣写在一起，空中骄子的历史和辉煌连在一处。今天，飞行员队伍已经能够适应人民空军跨世纪发展的需要，航空兵师长都能带队升空作战，航空兵团长都能飞4种气象并胜任指挥教学任务，全天候飞行员已占飞行员总数的70%以上，一批学者式专家型的高素质飞行员正振翅在祖国的蓝天上。当以快速反应著称的空降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人们感到了一种锐不可当的气势。在未来战争中，空降部队是孤军远征、奇袭敌后的一把锐利的尖刀。
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共和国女兵，用他们的威武和风采，他们的意志和刚强，在绿色军营中谱写了英雄乐章的优美旋律。在创建和捍卫共和国的道路上，无数杰出的女性投身人民军队，写下壮丽动人的篇章。今天，她们以严整的军容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世人展示中国新一代女军人的风采。警察部队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繁华都市，寂静边陲，到处都有象征着国威和尊严的武警哨位。武警官兵用青春热血和对党对人民的一腔赤诚，为祖国筑起了一道橄榄绿的安全屏障。被人民群众赞誉为护法坚丁、克敌铁拳，他们令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望而生畏，闻风丧胆。反劫机、反劫持、反恐怖，遏制和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他们为人民群众撑起了一片明媚的晴空。转为现役部队。建国五十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把民兵预备役建设摆在战略位置，并通过法律的形式把预备役制度确定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这支雄狮劲旅首次向世界展示他们的雄姿。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最具体的表现形式。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史上，中国民兵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创造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战争奇迹。和平建设时期，广大民兵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劳武结合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艳红，飒爽英姿的女民兵，像一抹绚烂的彩霞，构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在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紧随17个徒步方队之后，陆海空三军的400多辆战车组成的25个车辆方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驶来。这是人民军队现代化发展的交响乐章。这是共和国保卫者跨世纪的钢铁阵容。被誉为陆战之王，中国的陆战之王是那辆出现在开国大典上的功臣号坦克。从那时起，我国的坦克工业从修理仿制到自行设计，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从摩托化到机械化，50年装备变迁，50年发展壮大。人民解放军如今装备使用的新型主战坦克，科技含量高，已具备从未有过的强大火力突击、机动作战和防护能力。机械化步兵战斗车
车装备部队，使我军步兵的作战能力实现了新的跨越。这种步兵战斗车装备了多种武器系统，它不仅可以载兵单独作战，也可以与主战坦克协同作战，不仅可以翻山越岭，也可以涉水渡河，不仅可以攻击地面目标，还可以装载导弹攻击空中的武装直升机。江主席高度重视国防科研，他曾亲临燕山古战场观看了部队的实弹演习，要求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努力发展和改善武器装备。正是在江主席的关怀下，一系列高技术武器装备缩短了研制周期，陆续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我军的综合作战能力。轮式步兵战斗车具有夜视、对空打击和涉水作战等多种先进性能，不仅具备高速机动性能，还具有较强的装甲防护能力，是一座座快速机动的钢铁堡垒。一个又一个钢铁方阵的开进，人们惊喜地看到，今年阅兵式上展示的各型火炮几乎都是首次亮相的新装备。具有强大的火力而被誉为战争之神，我军的炮兵在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创建，并创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绩。今天人民解放军炮兵现装备的火炮已形成门类齐全、系列配套的新格局。新型火炮机动性能强，可昼夜连续作战，轻型薄壁装甲
可有效抵御常规火炮和原子生化武器的袭击，并能进行远程超越打击。这种重型火炮大而不笨，集多项高新技术于一体，实现了车炮合一。它威力大，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行动自如。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军重型火炮的野战机动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新型履带式自行火箭炮数十管连发，发射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能强，转移速度快，能在各种复杂地形作战。它的亮相向世人表明，我军现代化炮兵的突击作战能力大大增强。组成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它具备了自动识别、自动选择、自动跟踪、自动测距、自动发射等一系列先进性能，在空中织成一个密集的火力网。这种轮式新型自行火箭炮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一种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火力猛，反应快，杀伤力大，是火箭炮家族的一个新成员。